잠깐만! 有什么用？咱们发际线！对上我这种从不做家务、一坐就绑架、撞坏的家务中，完全忘记王家。他必将成为我的手下败将，请记住我增长多年美食的游戏。用威猛先生的重油无尽喷两下，擦到手上都搞不定的哟。很轻松就瓦解掉了，再试试油脂很多的灶台，同样也能轻松擦干净。还有一股淡淡的柠檬香味，清新不致皮。它的除菌力达到了70%，九十九点九，能有效去除常见的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，保护厨房的洁净卫生，真的超好用。再试一下可以清洁家里各种表面的懒得甩，平时吃完饭的桌面油，清新喷一下。 桌子上的污渍擦一下就没了，擦完也没有油污的感觉，完全不用过水，一喷一擦就能搞定，饭后清洁很方便。家里9种不同的场景都可以用，每天做家务累成狗的，简直爽，简直万能啊！而且没有任何色素和香精成分，温和不上手，特别安全放心。我买几瓶囤起来，懒人水增加。今年扫地机器人的王炸，不好用就杀掉。OK， 一口。现在，李白是谁？啊、李白是太白，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。我去，不仅能扫垃圾，还能扫盲。哎呀 ，OK， 一口，照望镜照。好的，让我看看你在哪。哇，真的能识别到你在哪，精准来到你身边打扫，真的是动动嘴就行。这款科沃斯 X1 采用的是自动驾驶级，AP 3D 臂章技术，3D结构光加星梦级摄像头，再加自动驾驶级 S6 芯片，精准避震，灵活穿梭，简直堪比一台自动驾驶的汽车。5800的超大吸力，烧碱吸多，1000秒搞定，荷叶的顽固污渍也能轻松去除。5合一的全能鸡蛋，更厉害了，抹布脏了自己回去清洗，顺便还能给恒湿水枪自动补水。清洁完成，自动热烘干，这算是彻底解放双手了。10秒自动吸干，1个月蒸一次，就很爽。还支持银离子除菌，无论是拖布、水箱还是地面，除菌率高达 99.9%，最过瘾的还是实时视频，只是双向云通话，能实时查看家里组织的情况，毫不夸张的说，扫地机器人的3.0时代，每擦开机了，经常剃胡须也会让皮肤变差。你给谁？艾特你胡子最多的朋友来看看，乒乓剃须会破坏皮肤的屏障作用，加上熬夜加班，胡子还要一到冬天就容易干到爆皮，而且男生角质层更厚，补水更难补进去，还很容易出油。一般女士的护肤品其实不适合男士使用，那什么成分的护肤品可以更贴近男士的肤质，就像风很大的高富横着系列，保湿控油，用它们就够了。 先夸一下这个4D小蓝管洁面组，4D指的是四种不同分子大小的玻尿酸成分，能层层渗透角质层进行补水。市面上很多氨基酸洗面奶太温和了，对男生清洁力其实是不够的。而全皂基的又太刺激了，这个小蓝管就用了皂王泡配方，把氨基酸和皂基再加上 IPG 表活，按照3:3的科学复配合成，同时兼具了氨基酸的保湿力和皂基的强清洁力，清洁补水，去油控油，一步到位，洗完还很干爽，不仅喷，而且这个4D洁面组也可以顺便充当剃须泡沫，一瓶多用，很方便。那为什么还用这瓶保湿修护组呢？ 原本男生剃须肌肤的屏障保护就已经削弱了，而它加入了3种神经线啊，通过1:1的脂质体仿生技术，强力修复肌肤屏障，修护了肌肤，才能更好的缩水。用过你才会发现，还是这种保障国货好用啊！懂修护更补水，护肤小白就别住吧。真的吗？快看，我居然在淘特 APP 上薅了这么多东西，吓到了。没有的话，咱们把地垫。不去，这里的东西也太便宜了吧！零食小吃才几块钱，居然还有海底捞的通过小零食。不过这么便宜的零食能吃吗？不会是什么盗版代加工的吧？要是正品的话，有非常便宜。我囤一堆，请你们吃。首先第一个。 海底捞小零食，你们有多少人是在海底捞排队的时候是临时就报了？反正我每次去海底捞都是奔着他们的虎牙圈去的。吃之前先看看背面生长地，龙海虚源确实适合海底捞同一个加工厂，那就是正品，没错了。开始。宝了，下一个自制爆米花玉米粒，先放好油，再把玉米粒放进去。我去，爆起来了！哎，怎么这么多啊？ 你这都烤焦了，怎么吃啊？太爆米花了！电影院39元，我这里9.9。怎么卖这么便宜啊？最近淘特催花即可，上面很多原厂店和原厂好货，没有中间商撞差价，因为直供，所以超值。现在点击下载淘特 APP， 输入直供好货，点点旺份免单，狂撒10红包。现在还有30元盲剑大礼包，还不赶紧下载？谁让你在这摆摊的？ 为什么一个台灯要做成随意旋转的造型？磁吸球的设计，共享夹子，很又是一个传统小夜灯。吸到墙上，又变成了家用壁灯。我以为它只是一个素色神器，没想到灯头许下来，还能变成一个续航15小时的应急手电筒。轻轻触碰，就能上到调光，无蓝光，无可视频闪，无眼光源，抗速不黄眼，自拍更柔和。光键雷士照明这种大品牌生产，才只有2倍耐差钱。这样一盏多合一随便台灯，是真国货之光。真的吗？这个东西好玩啊！ 太好玩了！要是少一根丝，咱们发际线完了，花了我整整。还要是真有视频力的效果，点赞的粉丝，我一个叫爸爸，我们也来试一下。我真可以！不要爸爸，等等，好。
好王是好王，就是这一地的烂摊子，又小又拖的，能清洁到什么时候啊？还好我上周买了必胜洗涤机，洗拖洗三合一，洗涤贼大，装数也很高，干湿垃圾基本上一遍就干净，而且一键自清洁，滚刷都不用手洗，逛街还很轻，用着跟遛狗似的轻松。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原来家电还可以这样，逛京东买洗涤机，放心你的洁净生活，以后清洁就再也不用烦恼了。能放歌的脱毛仪你见过吗？之前推荐的 Ulike 脱毛仪好评如潮，还卖爆到断货。这是他们家的新广角，黑胶唱片的造型，脱毛时来一首复古 disco。 Ulike 太会了，设计完全踩在了女生的审美点上，机器也不拉胯，只有手机大小，脱完全身也不累。一般脱毛仪要达到这个能量，不然等于花钱买了智商税。而 Ulike Air 的能量密度去到了这个大能量，意味着脱毛周期短，不会留黑点。公司的小伙伴牺牲了手毛腿毛，反复验证是真的有效果。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，它真的不痛，采用了和美容院里大型脱毛仪同样的蓝宝石无痛闭电头，开机马上自然起雾，是真闭电无痛。使用时整块冰冰凉凉的，只会对毛囊里的黑色素产生作用，护肤不伤肤。关键是平面头的设计，小胡子、手指背这些地方都能打得服服帖帖。全身脱毛萌萌胎，无档调节，就算开到了最大的档位，也没什么痛感。效果、使用感、颜值，通通到位。艾特他，你懂的。踩了那么多扫地机器人的坑，才知道这才最省事。你只需要按下开始键，剩下全都不用管，就凭它清洗完，不仅自己清洗拖布，还能自己清洗机长。那些清理完还得给它擦屁股的，算什么解放双手？这台石头巨石采用声波震动平板式强擦，一分钟最高擦地3000次，连隔夜的物质都能轻松打扫干净。全胶刷的主刷，不用担心毛发会藏到在上面。机身自带水箱，边扫地边擦地，缺水时还能自动返回机站补水。持续施多400瓶毫无压力，把手的干干净净后，自动洗刷刮，双手清洁脏拖布，清洁完自动风干。看看这效果，比你手。还干净，倒点牛奶，这是机长的自清洁能力。一般的机长不会自动清洁，时间久了容易滋生细菌。而这款自清洁完的效果，简直就跟新的一样。遇到地毯还会自动抬升模组，不会打湿地毯，从头到尾都完全不用你动手，光脚走在干净的地板上，才有家的感觉。当我的车装上了社交牛批证系统，你爸爸来测评你了。你连对象都没有，怎么当的爸爸？我去，这系统比我想象中又聪明一点。嘿，谢瑞，我在这儿，跟他 PK 一下吧。你爸爸，我从来没怕过。这玩意厉害，不用呼叫就自己回答了。我叫斑马，记住我是你爸爸。喂，卖车的，我来买车的，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大聪明给拆了？爸爸，我能为您做点什么？那要看你反应快不快了。嘿，谢瑞，东方明珠怎么走？哦，怎么样，你爸爸，我很快吧？你看我这锤子怎么样？爸爸，还有什么能帮到您？我想看星星。你为您打开天窗。这 AI 的学习和执行能力还挺快。这里是室内，你看个球星星，看动画片吧，儿子。哇，一个车载系统，能看 B 站，还带弹幕的。测评下来，这台即将上市的荣威 RX5 Max 还不错，就是这儿子系统聪明过头了，估计得教训教训。爸爸，冷静，冷静。苹果十三香终于到了，有个不怕死的商家，率先把产品寄过来让我擦，还说不香让我打。什么玩意，居然给我寄了一个小苹果啊，还专门给我配了一把锤子，你以为我不敢打是吧？这不就是图拉斯的小冰块苹果快充吗？现在的商家只会搞噱头，你以为起名叫小冰块充电就不烫了吗？太扯了，大哥，是隔壁那个。我去，充这么久居然一点都不烫，原来是有两倍电容，还搭配 ABS 快网抖音高温技术，安全又控温，难怪敢叫小冰块。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是就弧形抛光设计颜值高了点，只有圆周头一半的机器小了点，铺张地方带出去方便了点，花里胡哨的打死都不烫。又不要脸了，毕竟顶配20瓦，半个小时充电50%，小冰块果然又小又冰又快，而且居然敢卖这么便宜，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我得找商家理论理论。